创世纪合影二母女陈慧珊共同阿姐在合作他剧陈慧珊今晚都有出席阿姐世纪盛宴陈慧珊表示是阿姐亲自邀请他出席因为阿姐曾经跟我爸爸学跳舞是爸爸的学生我为董姓已经知道阿姐的名知他是一位努力又认真的人有些艺人练习一次阿姐会练足100次练到完美为止陈慧珊与阿姐对上一次合作已经是多年前的创世纪当年在剧中演阿姐女儿现在第番那种感觉四足二母女是一种荣幸我们20年前合作当年她已跑认真及准时想不想再和阿姐合作拍剧当然想不知道她愿不愿意再拍剧自己也很期待我都未退休仍然会拍剧邝美云 call 你今晚亦是阿姐世纪盛宴做上课 call 你表示或阿姐亲自邀请出席他表示和阿姐都是文化界选美故多了接触问 call 你会否现 sing 他说不会好难请你开金口也不是只是最近较忙每天很多事做因为唱歌演出要好专心阿姐有问我想不想唱歌但我太忙所以婉拒